Hello， 大家好，我是 Heidi。 咁多个护肤步骤之中呢，我都算几喜欢敷面膜的，无论是一些 paper mask 啊、cream 状的、gel 状的，或者是新欢我的 Foreo 两分钟面膜机呢，我都好喜欢用。每个礼拜呢最少敷不同的面膜有三至四次啊。咁所以呢，早排我就问下大家有冇兴趣我去介绍一下今年我用过一些乜嘢嘅面膜啦，有便宜有贵，便宜质十几蚊，贵质至到100蚊都有嘅。如果大家都有興趣想看看哪些好用、哪些不好用、哪些值得、哪些不值得的話呢，我們現在就開始吧。我今天精選完之後呢，都發現數量有些多，有成十款，由便宜去到貴呢，逐一跟大家介紹的。第一個就是今天最便宜的佳麗加丹尼爾的一些面膜啦，这个台湾牌子的片装面膜，如果用了85折扣呢，大约15元一块左右。加丹尼尔在我的影片出现都算频密的，他们的产品呢很多都合我心意啦，然后他们全部的面膜呢我都自购试过晒，最喜欢最精选呢就是这三款啦。如果以保湿去排的话呢，最保湿我觉得是紫色这个的龙胆叶复活抗老面膜啦，然后就是他们的王牌积雪草修复面膜，跟住呢就会是主打舒缓的金盏花保湿面膜啊。咁其实他们其他呢我都用过，但是个感觉就没有这三款那么大，因为这三款呢在平价的面膜来讲呢，我觉得是超班的。敷的时候舒服，质地贴面，精华亦都足够的，不过它不是那种敷完之后呢哇好大分别啊，超保湿啊，惊为天人那种呢，不是的。我只可以讲呢，佢比起好多嘅开架面膜呢，敷完嗰种毛感呢优胜好多。咁所以喺呢一个价位嚟讲呢，佢算係我而家唯一会敷嘅一个面膜囉。我係通常搽完美白精华，搽多少少跟住敷一塊呢，嗰个美白效果係做到一个加成作用㗎。十几蚊讲完，我哋就嚟到20几蚊嘅价位啦。今次佳丽有三款，分别係台湾 Irita 佢哋嘅 EGF 弹润修护面膜，一个香港品牌叫做 Let's Be 的透明质酸蚕丝面膜，同埋之前我都介绍过的韩国 SMTS 面膜，佢哋嘅价钱咧就大约系22、24和28蚊一塊嘅。三个之中，如果要我揀最高保湿度咧，应该系 Let's Be 呢一款，因为用嘅时候咧，你会好似自己密集式敷紧好多好厚嘅透明质酸精华咁样，令到皮肤有嗰种入饱水嘅感觉啊，你会 feel 到佢嘅透明质酸是有厚度，但是敷完的时候呢都可以被皮肤吸收到，不会说停留在表面啊，好粒黐黐啊，要即刻洗咗佢呢都不会的。我觉得24蚊块呢佢都值的。然后呢呢两块，一个是22蚊一个是28蚊呢，我觉得佢哋嘅效果差不多，纯粹呢 Irita 呢一个呢是要在台湾网度买返嚟冇咁方便，然后 SMTS 呢一个呢就比较容易大家可以买得到。佢哋嘅保湿感虽然冇头先 Let's Be 呢一款咁明显啦，咁但係敷完之后呢你会觉得肤色提亮咗啦，皮肤细致咗㗎，係比较全面嘅一种面膜囉。咁所以呢我自己都好鍾意敷呢两款嘅。跟住我想讲一讲 New Skin 嘅面膜，因为有朋友送咗一 set 俾我，每样一塊去试呢，我係觉得几好用㗎喎。佢哋嘅面膜呢係由19-20蚊一塊去到30-40蚊一塊呢都有嘅，上面寫咗嘅功效呢我觉得都做得到啦，然后睇得到系唔错嘅。只不过咧，我本身就唔系特别中意 New Skin 佢哋嗰个营运手法。我自己曾经都系 New Skin 嘅会员，有食佢哋嘅 supplement 嘅，但系从来都冇做过销售呢一 part 啦。咁因为我觉得可能上网见到太多人去 sell 呢啲，然后嗰啲咩神奇的功效啊，嗰啲 before and after 咧，我就会有少少反感。但系其实佢哋嘅 product 啦，跟住佢哋无论 supplement 都好咧，我都觉得系唔错噶。咁总之咧，如果大家有兴趣，身边有朋友系去做呢一门嘅生意啦，咁跟住你哋有兴趣，我都觉得系可以一试嘅。嚟到下一个阶段，价位40几蚊嘅佳丽就会有 Serenia 嘅呢一个面膜。
面膜啦，个包装系咪超靓啊？佢系玫瑰纯露精华面膜啦，仲有其他款嘅，有青瓜同埋薰衣草咧，我都有用过。我觉得 Serenia 嘅产品包装咧系值得欣赏噶，里面系有少少淡粉红色嘅精华啦，跟住见到嗰个面膜本人咧系好想咁样折爆佢噶。讲咗佢嘅优点先，大家都会见到噶啦，里面嘅精华系超多啦，个量系好足够嘅。敷嘅时候咧，你会闻到个味道好治愈啦，系好舒服、好解压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单敷做唔到最佳效果啊，最好嘅成果咧就一定是用他们的三文治面膜法，用同一个牌子他们的 gel mask 打底，跟住再敷这个 silk mask， 你会敷完觉得自己的皮肤眼前一亮，个进步咧系多好多嘅。咁所以咧，如果以单用嚟讲咧，我就觉得佢未至于令到我好惊艳嘅。如果你话要再好啲嘅话咧，我哋去下一个阶段啦。我手头上呢三个佳丽就是$70一块的价位啦，有 Need to Stardust 的面膜啦，同埋呢个系 Herbs All Hawaii SOS Booster Mask。今日咁多款面膜当中 ，Starrytail 佢哋嗰个质地仲系非常之独特嘅，暂时我未试过敷其他面膜咧系揾到差唔多嘅质地。佢哋个承载量系非常非常好啦，30ml 嘅精华咧，大部分都会喺个 mask 嗰度咧，你一敷嘅时候，你唔会喺个袋嗰度滴翻好多嘅精华，又要擦下颈啊、擦下身啊，或者要倒翻落个面膜嗰度咧，系冇噶。咁所以我系好 impress 呢一样嘢啦，亦都系佢哋嘅效果啦。呢一款其实黄色我冇咁中意嘅，但系如果我个人好攰，我希望敷完之后个人望落去咧冇咁暗沉嘅话咧，佢系做得到噶。但系如果你话我平时想保湿啊，或者一啲叫消炎抗炎嘅效果嘅话咧 ，Wonder Mask 系无敌噶。我真系敷咗咁耐咧，我系咁贵嘅面膜，我买咗我谂30-40块都有啦。系咯，呢个真系生命推介嚟噶。我讲咗太多次就唔讲啦。咁然后咧就到 Herbs All Hawaii 嘅呢一款 SOS Booster Mask 啦，佢咧亦都系主打纯保湿。它的保湿效果非常非常之好，如果呢你有什么重要的场合啦，想连续敷几日令到整个人焕然一新的话呢，它是做得到的。给个近镜大家看看这个面膜包装，它的质地一样都是很亲肤、很舒服、很贴面的，不需要质疑的了。如果这个价位的质地有任何令我觉得麻麻地的地方呢，我已经直接抌它去敷的了。所以呢，其实除了贵一点之外呢，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保湿面膜嚟嘅。跟住落嚟，我哋个价格再提高少少，去到$80一块咧，就会有 Canvas 呢一个玫瑰高效保湿精华面膜啦。大家望下佢嘅包装咧，我觉得好靓噶。呢一款面膜我敷过两次，觉得唔系太适合而家个天气，因为里面咧系有玫瑰香薰油，非常之香，但系咧嗰个滋润感啦，同埋嗰个油嘅感觉咧强烈咗少少啊！佢唔系焗，唔系辛苦，唔系搭住嘅感觉，纯粹咧系嗰个滋润得滞咧，我会觉得更加适合入秋转冬季嘅时候咧，就非常非常之好啦。因为里面咧其实系有 90% 嘅天然成分啦，我就算敷完之后嗰啲油喺块面嗰度吸收唔到半个钟头咁耐，我都冇任何嘅敏感情况噶，咁所以我对佢嘅期望都几高嘅，不过就未必系一个四季通用嘅产品咯。嚟到今日嘅压轴嘉宾，去到价位$100一块，嚟自 Maria Skincare 嘅呢一款面膜，佢个名叫做第五代干细胞导航全效面膜。我睇翻产品介绍，佢系世界 No.1 干细胞权威同埋最新专利。网状结构技术，咁科技高啲嘅话，价格都会相对高翻少少嘅。呢一款面膜咧，佢分开两个 step， 上面呢度有一包精华啦，然后下边咧就会系面膜本人嚟嘅。佢嗰个质地咧，同头先大部分都完全唔同噶啦，佢系嗰种有少少似生物纤维嗰种胶胶地咁样，即系唔会系越扯越干皮肤嘅嗰一种质地啦。咁我敷嘅时候咧，佢当然系会贴面啦呢一类型嘅质地。咁但系咧，我发现如果我唔瞓平嘅时候咧，佢会有少少跣落嚟，可能系因为我个面型比较扁平咧。
夹住呢一种嘅面膜啊，咁然后到效果方面咧，佢系做到一个高效保湿嘅，亦都有一个修复修护感。咁但系咧，一来我嘅皮肤又唔系话太大嘅问题啦，咁所以会唔会见到哇一声好劲嘅效果咧，又冇嘅。然后咧，我都系觉得如果以呢个价钱嚟讲咧，我就唔舍得一个礼拜敷一次，可能一个月先至会敷一次嘅话咧，佢个效果就未 long last 到咁耐咯。如果大家个年纪可能比较大少少嘅，需要嗰种修复能力好嘅话咧，有机会你会对干细胞呢一类型嘅成分咧系会有兴趣，同埋对你个帮助会比较大。咁但系如果一般嘅肌肤啦，比较年轻嘅朋友咧，咁其实我觉得就未必咁需要去到一啲咁高价位嘅面膜住啦。用落我唔会觉得佢系一个服啊，唔好用，但系又未至于去到一个我觉得必买、一定要拥有，同埋冇咗佢，我会觉得自己啰啰挛嘅感觉咧，亦都未有嘅。我觉得一试无妨，试完之后会觉得，哇，原来100蚊嘅面膜嗰个效果就系咁样噶啦。OK 啦，我试完就觉得满足咗啦。就有呢一个嘅感受咯。好啦，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咗最近我敷过唔同价位嘅一啲面膜啦，同埋我自己嘅用后感，希望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啦。如果你都中意呢类型嘅影片，想我拍其他唔同嘅，譬如 gel mask 啊、cream mask 啊，或者系其他嘅产品嘅话咧，都可以留言话俾我知有啲咩 mask 平靓正好用啦，或者系中价你觉得哇不得了嘅话咧，都记得话俾我知啊。如果你中意呢类型嘅影片，记得俾个 like 个 subscribe channel， 我每个礼拜都 upload 两条新片，逢星期六、星期三同埋星期日晏昼12点，系啦，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拜。